老板说出专用点，好的。祝老板出150级别项链，150罗汉项链，专用来了，点法系的梦想。专用罗汉高龄，变身之术雨丝223灵力194148，兄弟们，这项链能卖钱了吧？148的项链，650的耐久度，专用235 248 248，说错了。吴龙那个没打成的也你买了吗？是的，204。老哥，那前面的打了吗？还是怎么说？你有一个有两个204，一个197，一个195的。当初有点贵，但是老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150罗160罗汉项链就是当初给我出的，所以说咱们找他打吧。刚好我看你身上就是这个罗汉有点欠缺一些，刚好。专用项链点简易罗汉金钟，简易罗汉金钟。来金青简易，老板也能对吧？换特技，简易效率也行。来个永不磨损吧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兄弟们，我是提前不知道呀。这永不磨损248，这好几万了呀。248好几万。216 224 243，哎我操，这当初果然还是可以哦。截个图，今年的又一个作品。